咱人家来生，如今变成笑话。你害阮夜夜依恋情迷，人千杯啊，相思谁人陪？千千回。一起接好，帅哥的主持人，还有美丽的主持人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。哎呀，我听你唱这首歌，才讲你酒量未歹。哦，对啦，但是平常是无啥饮呢。因为头先有本名片给人，我真足甲看，伊嘛是算一个手腕真好的人。手腕真好的人，你为什么用腮嘞？哈？啊，手腕很好啊。哎，听讲是一个足厉害的这个。我是中介，中介对吧？房屋中介啦，嘿啦，啊，房屋中介哦，这个你若想要，在咱台中嘛，对吧？嘿，啊，若想要这个，找到好的厝，是，啊，然后有你爱的条件，哦，因为每种条件无同款，对。听讲台中的这个，我伫咧这个市政府附近的一间公寓，已经划到3亿了，是真的吗？现在的房价都很贵，啊，三亿耶，好贵哦，三亿呢？对呀，是啊。要求哦，啊，真有人买哦，还是有人买。哎呦，该需要的他绝对会来买。啊，林刚，你哪拄到迄买无买大？你敢讲盖当上我大？我跟你讲，我也请你来投资，对不对？请两位来投资，那我就有业绩可以赚。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好，好，谢谢我。我可以讲一句话吗？哎呦，好。哎，信捷电视台真的很棒。好，谢谢。